这一次总共有两个氪金礼包，68人民币，十觉醒券，这个超不划算的。这个比刚刚那个好多了，6人民币，二觉醒券，120钻，30体力。接下来是一个钻石礼包，720钻，六觉醒券，平均一卷120钻。这是个为期6天的活动，活动期间开启的所有星符都将在首天就开启此武魂真身转盘活动，每次抽取可获取一个活动币，转盘有幸运机制，幸运值达到110，下一抽必定获得武魂真身，大奖会优先获得没有的武魂真身。这一次的卡池和以往不同，里面还有魂髓和50000年魂环，每个奖励都有固定次数，拿完就没有了。如果你喜欢，也可以200抽带走所有奖励，奖励拿完就不能再抽了。那么，就让我们来实际抽抽看吧。本期大奖是珍贵的50000年冰币帝皇蝎魂环，可以自选满属性，这个基本是必换的，100抽就可以换到。官方现在变聪明了，为了拿这个奖励，就算你提早抽齐，也得继续抽到100抽。其他大奖有千仞雪。这个是武魂真身的万能信物，最后一个大奖是碧碧冬，但是200抽也只够在冰碧帝皇蝎魂环、千仞雪和碧碧冬之间选一个而已，先想清楚要什么才用哦。如果想在这类型活动换取还未拥有的魂师，建议直接200抽，然后把剩下的100活动币留起来，这样下次才够活动币，把真身和本体都拿下，乖乖的抽完剩下的40抽吧。
秩序的代行者，臣服于我。多了一个真身的标志。接下来还需要像魂师一样升星。真是漫漫长路啊。看看刚刚抽到随机 SSR 可以开到什么。我定不负家族，不负荣耀。后续可以在心愿里选择真身，继续抽。真身在活动结束一定时间后，会进入日常。当玩家在日常再次抽到该魂师，并且已经有红三以上，就有概率可以得到魂师的武魂真身。这是官方之前说的，后续会不会改就不知道了。获得任意武魂真身后，就会激活玄元诀。玄天宫里点击右下角就可以开启。玄元诀分为炼体和修魂两种路线，可同时进行修炼。每觉醒一颗红星，就能获得一颗流明之焰。消耗流明之焰即可进行玄元诀的修炼。武魂真身的坑也是不小啊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